最近温宗主派人前来传讯，说是要各大仙门世家至少要选出一位尚未分化的内门亲传弟子前往岐山，不得有误。那传书上说，如若胆敢违抗他们的命令，不肯交出继承氏族的本家直系子弟，就会被扣上仙门逆乱百家之害的罪名予以剿除。怎么不见姑苏兰氏的人拦往金面来？说不定是好事，说不定会乱，还不带他滚过来。蓝湛真的分化了，蓝湛魏无羡魔兽时段，他是前辈，哎呦我知道。蓝湛已经分化，为什么要抓他？看来明天我得找个机会。牛仔，他是前人，不知死活，我还能滚走了。哎，蓝湛，没事吧？不是，不是说这方没有分化的来。喂，蓝湛，蓝湛这个脾气，温氏究竟想干什么？别着急，只要得到最后一块阴地。蓝忘机一样完了。正好在跟蓝湛说，你们家菜园子的味道好像熟悉。这不就是你身上的味道吗？放肆！文成，是我骂的你，有本事冲我来！还没分化，你逞什么英雄？把他放下来。魏无羡，可能我现在不能把你身边这位蓝二公子怎么样，可是你不会舒服的。带走。岐山三绝，霍姐，没事。在牺牲境内，蓝湛，帮我！我知道不是你的意思，蓝湛，你好想啊！蓝湛，谢谢。离开。
去。我不是说，哎呀，现在事态如何？江城他们怎么样？我带你们去一个地方躲起来。魏婴，最有限的。子弟不宜久留，先走吧。之后我一定尽力把他带出来。为你主担头事，各大世家准备联手抗衡。那我们赶紧和他们会合。先吃饭吧。杜奶奶，那天晚上我呢，是不是你？那日我想查探为师和阴谋。难道说你是故意去的岐山？古车相依，唇亡齿寒，也是的。我有心，我做什么了？真的没有，幸福请心疼。难道你我现在想要的怪物，你怎么我不帮你爸爸妈对不起，我只是不想一直祸害，不是祸害。看不清前路，提醒我心还是痛，如果走下落败深处。想不想恢复真正的情谊？什么意思呀？我说过了，我不忘了。你有办法，你忘了？你说的。只要将阴铁制成法宝，反制温室的阴铁，这不就简单了吗？你不是说那是邪魔歪道？我胡说八道！你记住，你可还记得蓝衣前辈提到过的屠戮玄武？当年名声一时的薛崇汉，用此铁吸纳怨气，共修之上古妖术屠戮玄武。所以你是觉得屠戮玄武身上有其他的秘术？男神，你看，咱们三世时，可心头什么还是？看来是猪八戒。不要修炼，再大一点，再点。温姑娘，你们在这里，温朝他们来，我也不知道。进去，要我什么东西？习惯，温婉习惯，况且在压制情节，难道了？魏婴，你我没事。我去看你。你一个人不要修炼。我太过偏执，情忘自知，相思周而复始，一念长痴三生石，可心头什么还是？温姑娘，有件事情想向你请教一下。我现在还算前台，会不会？把手伸出来。已经多少伤势，那我是你的名字。回来了，吃饭。现在外面怎么样？还不变。那我们赶紧和他们混合，参加射日之争。可是阴行尚未练成，我没事的，反正你在。你是看着我干什么？吃饭。
难情丝，而今生皆如此。没想做打算，你现在这样就一拖黄河。难忘是你的名字。你干什么？脱衣服疗伤啊。我不脱了还不行吗？你怕什么？小成，你说蓝湛有没有可能是坤泽？我怎么知道？我也不可能啊。蓝湛，饶有。对，无限。你的剑，你跟蓝忘机跑哪儿去了？一言难尽。我和金子轩在山脚等了你们俩一天，连鬼影都没见着。多亏温姑娘告知，你们俩竟离开了。没死也不早点回来。对了，为什么要抓温晴姐姐二人？是金光善的命令。劝了你之后，金子轩极力相劝，我也已派人打听消息，可至今。怎么了？你放心，这个人呢？我和蓝湛已经救了，我先走了。哎。九岁情和早已从无心跌落，为何走了？门还没有锁，看来男二公子弹琴真的是弹得费劲的。不是你来了，那我走了，不准走。再回看，映眼闪烁的岁月轮廓，是烟雨划不开的天地。传令下去，加强各营的防守，以防敌军在偷袭。他们怎么搞成这样？不行了，再不走，咱们就要全军覆没了。左眼将金二重，损失惨重。这个魏婴按道理是江氏的人，但现在看来，似乎倒是太方蓝家的吧。蓝湛，我去看看他。还是去看我姐吧。怎么样，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医院？火光中独行，恍惚间谁记起战士纷纭，孤灯苦雨各自飘零。怎么了啊？我想去外面逛逛。幽魂何处可栖？究竟发生何事？江城让我跟他一起，不知道怎么说，他们没有那么好，修为不如我们。我说我现在不用担心，我陪你。赤峰尊，忘机请战，请战何处？月。你兄长何处？兄长一日未到，一营地主西南府易守难攻。好，去吧。什么意思？江城，蓝湛来帮忙。蓝湛，你应该我和江城已经走好了，我都已经安排妥当。兄长一到，我即刻来找你。阿信，你怎么了？没事。那我们快回去，阿城正急着到处找你。那个中了埋伏，死了好多人。蓝湛。你先去，我去找蓝湛。魏无羡。
过不得执念悬殊，他不是去找你吗？眉头紧锁，未央，你知道我们在哪？这儿就乱葬岗，活人进了这儿，绝技是出不来。梦为星球，赐我哀求，半生着落，着落。要说自心所求，不过翻云覆雨厮守。求若不得，执念悬心，眉头紧锁。有道说来世多愁，唯愿寒蝉战马残头。韩如老大厉害啊！厉害啊！你们是没见过，他被扔下去那个模样啊！这是魏公子的佩剑，难道他真的掉入了乱葬岗？那夜谁将酒喝掉，因此我讲得也不知道有那么差的问题。然后你要着我手拒绝我，魏公子，动人中有情心，公子，公子，我没权终止见面。只因你有事，真没想到。形容接近关系不足，太扫兴，我活不了，已经不是我可以选择的。不过也是迟早的事情，之前只是想着将修为对战时努力。难道怪罪神没有更爱心的祝福？唯一到底在哪儿？我又为你伤准备就不会有憾事。他那个人不认为我一样，你居然把他当作故事。头发未染上，像凉液坐在我右侧，应快活像个天使。有没有运气再扮弱者玩实验？有没有道理为你落发必须得到世人同意？心灰得极可耻。心伤得无新意，学长，那一线泪欠大志。这张符被逆转了。怎么变成滚泽？滚泽照亮杀了。魏婴，跟我回云深不知处。南湛，你加上一个昆泽，不太好哦。那让昆泽姑苏来世的手未必伸得太长。容江某说句不客气的话，他跟谁走也不会跟你走。魏婴，南二公子为了避嫌，您请回吧。这个孩子不能要。笑，你知不知道，没从南湛岗出来变成昆泽，这个孩子就和温氏脱不了干系。而且你呢，就算南二公子相信你，蓝星石、蓝宗主，其他不要。我明白，但是我要留下他。我知道信他就行了。魏无羡，许愿。当真是世事无常，天命难测。听说这魏公子修了奇怪的法术，连符咒都透着邪味儿。灵力受限，也说罢了。你这么说，还怕他不容易？行了，如今文若涵二子已死，正是我们一鼓作气攻破岐山的海之际。你是哪来的？南二公子，阿贤听走了。老板，叫他。想家了呢。我家完了。你一个人。
监控里经常有消息，所以我才。没错，我一直在这里。这件事情怪我，跟你有什么关系？都过去了，唯一跟我会余生不知处，免了吧。你可是担心旁人？旁人对我们有什么影响？罗杰，这个你做好。没有同情欲的你不得把酒放下。你们又来找我，忘了小家伙，我要回去办事情，他就想和你找我。曾有过感觉，我未想讲起，而秘密会属于你。他以为你们回来了。我不是跟你们师姐写了信了吗？下次记得别淡忘情节。蓝湛来过啊？是啊，天天在我们家门前问东问西的。对了，再过一个月就是百峰山围猎会了，你可给我安分一点。真的很多感触如像小把戏。为何要替这些温室余孽张目？魏无羡他吓了他们，一日夫妻百日恩，正常。曾有过一秒抱着一起，忘记要怎样抽离，曾经很开心。谢谢一分一刻，我们聊一聊。聊什么？现在我已经守规则了，有请心他就够了，真的不用再。你到底把我当成什么？哎呀，这回莲花坞好出风头啊！谁叫我们家没有魏无羡嘛？有魏无羡也不是什么好事。哎，听说，魏无羡那个宝贝阴火符是阴铁做的。此次百凤山围猎盛况空前，尤其是云梦江氏，所猎之物为朱门之首。真的不肯赏脸。曾有过一秒抱着于一起，忘记。你怎么满脸晦气？魏无羡，上次说你们就有温情，难道阴体是他们给你的？说什么呢？不是酒。你会知道我日夜想你。大姐，你看见魏无羡没有？没有啊，怎么了？华姐，他扶住了大姐。宗主有令，凡是跟阴铁有关的人一个都不能无辜之人都要随便杀。劝魏公子交出温情，否则魏公子这么大一个孩子，看来他应该不会是温情的欲孽吧？他不是。哦，既然不是，魏公子侠肝义胆，更不就打了。温琪姐，别闹，我不知道。江宗主，韩光君，魏无羡杀了子虚，快去把他的阴火符给我缴了！放慢。Oh.
过来。你的禁地还没关足，要到哪里去？老五，闭嘴！自己问的。叔父，将他带到藏书阁，抄一千遍李泽篇。天地间有几叠芳草里，谁叹人间悲欢合离？就算斗转星移，流年轮回，世间伤空待春归。到底是在哪？这样他们应该不会发现。走了，这些年我父亲不太好啊。安辰，你这是干什么？也还挺好的嘛。你到底在干什么呀？躲过父亲。对呀。你在干什么呢？没什么，只是怕见几个老朋友罢了。刚才不是有人把我认成父亲，驾驶端的师祖。我只是一时着急。为什么？喜欢他呀。不过话说回来，你怎么了？书抄完了没有？遇到了些难处，要不要去看看？走吧。唯有你从没有谁可以在心上，我外有意。如果能够用我生命换你为生，也在所不惜，只要能够和你一起。我和蓝湛封印过他，这是幻想。是谁打造了这个幻想？他不像你，一点都不懂。你的身体怎么了？我不是，只是不好了，不想听了。听什么？这么晚，
此事不应提醒，明日上映，但我却可不是。云深不知处，不可一留，就在近室休息。你在这里稍作片刻。不是说，应该是去跟那夫人解释。可是你怎么会穿开水？也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怀疑那夫人是吗？关于冰火符，你知道多少？一点点。何时开始查的？发现月海影像里的时候。这件事情别再多说，我们即可。你们，西北风，你儿子之前把我引到这个地方，这剑灵可以带我们来这儿。这么快？上次也有意图。这剑灵只要告诉我神器刀厂的秘密，叶家所有的佩刀都在这里吗？只怕未必。啊，霸下，你是说师父就死了？难道错了？这恶灵能附于剑上，只能说明它是有灵兵器。你说，如果是个刀灵，它的主人是谁？我即刻发信给兄长。只是这刀灵都一无所知，然不谈及。不会，又要陷害我吗？他不会如此。我不是说安全，我只是想他们。我让谢总。不必了。为什么？不必多言，我们自己查。先投诉吧。对不起，他身体不好，此事牵扯到阴火符，太危险。我们才能了解之后，你可愿与我一同在他们眼里？他永远还没有，他不是挺好吗？我以前跟文琴学了几招，回去给他看看。你知晓怎么了？关联透支了一切，确定的明天，留一滴谎没办法圆。这是怎么了？谁愿沦陷，放弃了主动权，交出岁月，只交换一句抱歉。诗篇只是坚决，不听旁人的劝，眼看回忆里问你，果然是你，公子，对不起。那日，我与姐姐被金宗主关了起来，他抓了本案，来找我讨论，无非是需要一个借口。除了我，阴火符自然是金氏的囊中之物。可是，行了，找一个地方藏起来，其他的事情都不要管。安湛，你醒了。安湛，你看你，回去睡觉。拿好了。干嘛？你信？你说什么？向往的一切是不确定的冒险。安湛，我已经回来了。你还喜欢我吗？喜欢。那心怎么办？我不得。岁月现在这样算什么？不听旁人的劝，也
这个房间我是今天的经理。王宇，泽无君已经到了，正在客栈等着你。我去青灵台，你们回去。兄长放弃安置不是很好。泽无君，我跟你一起去，你不与我一同回去。你们的家人我凑成热了，魏公子不知吗？他不是替换吗？那你是如何知晓他说痕迹的近有？我看到的一有症状，他没有告诉你。交出岁月，只交换一句抱歉。诗篇只是坚决，不听旁人的劝。眼看回忆里烽火漫天，甘愿沦陷。我不吃这么烟抽，东西玉林法力加持，不准的。等血压低下，阴气传气开出，伤了根基，一代都有灵力。回头已被覆盖大雪，爱怎么溶解？觉得你要哭了，不是说不要使用能力。唐光君告诉我们阴虎符的故事，灵犀都没有，跟我对照。是吗？没办法了，回忆非你之过。你瞪我干什么？瞒不过你吧。唐光君，看来你们也找到了。去青灵台途中受到了刺激，所以先回来。先喝药吧，我们先出去，快去休息吧。泽无君，魏公子有事，安置了身份，你怎么知道？当年忘记带回你的孩子，我曾去找他，你和孩子究竟是什么关系？没什么可解释的，叔父兄长早有定论。难道你忘了你父亲的教训吗？我只后悔当初在岐山没有说这些话。与这相依，唇亡齿寒。我再见，失望。疗伤这么快，他怎么样了？光阴如梭，一梭再去，一梭。其实我一直有一个疑问，既然你知道他自诩经脉受寒气侵扰，为何还准他修炼？自从发现幽灵力会加重寒气的侵扰，再也没有修炼过。那他为何修为这么高？他的金丹应是出生就有，或许更小的时候无意察觉到。安贞，那封信你不要责怪他。走吧。还记得前生梦时与眼睛无私，你好好身体。
他的事情都不要管。我愿化作望断天涯，那一方青石，篆刻心头是你的名字。轮回彩蝶，花间自负，只求春蚕碎。找到你开心就足了，那就好多了。生生世世，这一趟福家，老衲也别无他法了。走，去见，给你一个馒头，给你一个馒头，我要告诉他。喂。好，我们下了什么？哇，好香啊！还记得前生梦时，欲言尽无罪。你想干什么？人对我想请你帮个忙。不相识，我愿化作望断天涯那一方青石。篆刻心头是你的名字，轮回彩蝶，花间自负，只求春蚕丝，剪不断，共缠绵，生生世世。我愿化作望断天涯那一方青石，篆刻心头是你的名。我可是很痛，不能是忘记。什么事啊？没事没事，先走了。共缠绵，生生世世，剪不断。共缠绵，生生世世。能不能满足一下我的好奇心？和你里应外合的人究竟是谁？好吧。那你告诉我，之前那封信为什么是你的名字？我怕你过去，不过没想到我聪明了，反而威严。好了，蓝湛，他现在说不定修为比你还高，应该不锻炼锻炼啊。威严，我是教授，也不急于一时，重伤未愈，不宜操劳。是啊，你就别管了，小心行事。好吧，那你把通行玉佩带上。啊，防身玉。成几许，不知何时何处有灵犀。安辰，似一缕温柔明媚的清晰。不说我说，我当年分了灵石赋予秦商。若非是那恍如初见的你，安辰，有件事情先告诉你。我是靠阴体之力转化成坤子，跟温氏一点关系都没有。前辈，你跟我装呢？好，那我们就看看你硬气到什么时候。安辰，如果换做当年，我说的你信不信？你信不信无关，我是害怕。知道你不放心，我看着你不放心吧。等待着的你是否值得我期许？我愿意是等待你。赶快之前只是因为我调查了，混蛋之后就让我调过来。如果莫玄的仇人不死在你的手上，这些伤疤就永远不会愈合了。不愧是韩光君的孩子，哼，是在夸我吗？哼，是啊，你自己编了个主人，你自己编了个娘，你自己误会，怎么怪我啊？小兔子，对，没有好，只有故人。
我现在可以有清单，以后真的能接受吗？怎么想当神仙？不是，我是想见一个人，但是他们不下来。